他说带我们走绕一圈，让他们看，因为我们看什么？但是出租车不是一直在计价吗？对。So how much is it? Two hundred. Yeah. 他是啥意思？他也没打表，就是随便制定了一个数。Thank you. Extra. Thank you. 太大方了，是吧？好大方。For me? Yes. Wow. Mm-hmm. Oh, yeah. 终于买到我们的一个纪念品，还送一个。八人，等于100。那为了我们你给阿西西这。你怎么花我钱这么痛快的？我也是这样。1,600. Thank you. 哇，就完了，1,600。OK 啦，他时间给我们很多的，这合不合理？不合理，有一点。是不是有点不合理？我们被骗了。但是他也很友善，他也很正直，感觉。你给我这么多钱，我也很正直的，我也会很友善的。哇！其实我在里面很快上厕所就上完了，但是因为我考虑到他找我收了五块钱，所以我决定多待一会儿。30块人民币差不多。是买完票排队，还是排队到那买票？排进去，对，30块了。哎呀，但如果他只有一个景观台，那我觉得30也值。OK 啊，比1,600去趟浪水便宜多了。